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的迪迦奥特曼来到密室打怪兽的时候呢，竟然在门口发现了这么多美人鱼啊！哇塞，你看，他们长得也是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头发呢都是红色的，不过奇怪了啊，他们呢是生活在海里的，对吧？那他们为什么手里拿着武器来到这个密室门口呢？难道他们也过来打怪兽吗？来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些漂亮的美人鱼，好吧？哎，美人鱼，你们在这里干？哎呦，不是吧？这些美人鱼竟然是坏人啊，兄弟们！你看，我刚刚来到这个美人鱼的身边，他们就把我给打死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厉害了啊！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去，好不好？哇塞，没想到这个美人鱼也会变成坏人啊！来，把这个门给去掉啊！你看，看见没？这里的这个，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个美人鱼啊，好像不怎么会使用武器啊，他们竟然自己人打自己人啊！这下呢可好对付多了，因为他们的枪法不准啊。再过来，看见美人鱼呢，一定要消灭他了。哎，你看，哦呦呦呦，哇塞，狡猾啊！他们躲在后面来对付我们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去啊。你看，这个美人鱼呢已经被我打死了，外面还有啊，外面还有。好，又一只，还有的啊，你看，看见没？这一只呢是躲在这个墙角，但是呢也被我消灭完了啊。哇，没想到这个美人鱼也会变成坏人啊，好在被我给消灭完了。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